你敢相信吗？除了我们人类会建造水坝以外，大自然中同样有种动物天生就会这个本领，它就是河狸。由于本身生活在河中，一旦是在浅水区安家，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，它们就会在河岸边寻找自己能够捡起来的树枝，然后一点点地堆在河里，再搬运大量的泥土以及石块，建造一座结实的河坝，用来抬高自己生活区的水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这种有益的举动影响了周围的环境，大部分的植物都会被淹死，不过长时间下来，这片区域会生长出很多的水生植物，这大大改善了湿地的环境。而其中河狸建造最大的一处水坝位于加拿大的一个国家公园里，据悉它的长度达到了850米，并且至今还在持续建造中。虽然造就了一番奇景，但是毕竟人的建造能力要高于所有动物，这种水坝并没有用混凝土造的结实，因此当每年雨季到来，水位的不断上涨，在激发河狸一直去增加水坝高度后，过大的水量极易出现坝体决堤的问题，这对于河狸没有什么影响，冲垮了可以再建，可流入下游的河水，却对住在那里的人们带去了洪灾。所以为了避免此类的情况发生，定期会有挖掘机拆掉水坝，虽然对埋头苦干的河狸来说是一种残忍，可也是逼不得已。